不在一个频道的夫妻到底有多累？哦，我大姨妈走了。啊？怎么还走了呢？前两天不还看得好好的吗？老婆，你别这样，你要伤心你就哭出来吧。不是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哎，老公，寒流马上就要来了呀。啊？他几点到？我是说该穿羽绒服了。那不用，等会儿我下去接他。接你大爷啊！接，不是我大爷来了。哎，老公，老婆你怎么了？我可能要来事儿了，你肚子疼，你快点去给我买那个去。哦，这个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买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真懂了？这我放心吧，我懂。Later。哎，来，拿着吧，快去。买的什么呀？这是？你不是拉肚子吗？我买的大卷儿啊。来事，懂吧？你说你一把年纪了，你老婆话耍流气，你装什么嫩？你我真不懂，假不懂啊你！我自己留着擦嘴去吧你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不要紧呀，文明令我发出这句话。